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欢迎回来普利亚模组的最新一集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依旧就是一如既往的，我们去外面找到新的恐龙。那么恐龙的数量有限哦，差不多，如果他们再不更新啊，我就只能说不好意思啦，可能要再等各位啊，不是等各位，让各位再等一段时间了哦。最近的更新呢，比较没有什么大幅的更动，就是一些数据的。修正啊，或者是某一些补丁的，反正是某一些物品的错误修正之类的。所以说这几天更新了两次，都不是跟新生物有任何关联。所以说呢，基本上今天拍完，明天拍完，后天可能如果再拍一集，我可能就没有普利亚模组的新连载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说各位自己看着办，没有方舟普利亚模组的日子。你们呢可能就要等待一下了。有人说，老头为什么你总是裸体？因为呢是男人就不穿衣服。好啦，没有啦，这题外话啦，没有啦，其实我就懒得穿衣服啦。对啊，这有什么好穿的啊？你们大多数都是在看恐龙，还是我要拍一整集都看我自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哇，你看这个新人类，哇，这个 muscle， 哇，你看这个四角裤，哇，然后就这样一整集就过去了，有没有？还是你们要去看恐龙呢？哪一个是比较重要？我想必那个大家应该知道哪个重要的吧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赶快走。Nolo Life 呢是个手机直播平台哦 ，Google Play 跟苹果上面都可以下载啊，手机搜寻 Nolo Life 下载以及注册啊，就可以进行观看了。那如果要找到我的话呢，在这个平台上面输入 ID 824-6644啊，你们就可以看到啊，我们右边这边有一个看起来非常 gay 白的照片，没有错，那个就是我。好，那边有一个追随，大力的给他按下去就对了使命的给按下去，可是只要按一下就好了，拜托，不要按两下，不然会取消追踪。拜托了，关怀老头，好不好？老头弱势，关怀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 Nolo Life 不见不散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来吧，我们来火山岛看一下哈。火山岛有没有生产新东西？那是个这次我们有抓过吗？我们好像没有抓过这只。哇，这只全身都是闪电的这只，我们 是没碰过啊。那可不可以抓啊？重点，算了，直接对他发一枪就知道了。我们剩三发，我现在知道，有点恐怖。这个是母汤，我们得靠近一点攻了，必须把引过来。有一发入魂，哇靠，这个全身电流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一次做的有点太该怎么说？有了，他应该不会被咬死吧？直接就可以骑乘了，哇塞！全身充满了这个超级赛亚人的这个什么紫色电波、死亡电波，开始对我怒吼了。他会去咬狮鹫兽呢？去咬狮鹫兽，靠北！我狮鹫兽就是一个肉盾的一个坦克啊，有没有？终极肉盾坦克呢？哇塞！攻击他！我的破坏时光好强哦，直接把他秒杀了，哇塞，哇，等级练很快，血量先撑个一万滴，帮他补下血，水哦，飞看看，飞行的速度颇慢的啦，我们看一下右键。右键就是一般的这个啦，然后呢 ，C 键没功能，空白键降落，废话，左键攻击，攻击力也算挺高的啦。哇，他就这样走，哇，暴鳞龙，这时候来个暴鳞龙，等一下这只飞龙我们有过吗？我都忘记我们有没有这个飞龙嘞，哇，老头太久没有玩啦，这只飞龙我们有吧？我们看一下，
这僵尸龙啊，应该是有啦。哦，或者是我根本不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重点是可能我可能不屑抓啊、哦，不屑抓，所以没有，或者已经抓过了。我印象中应该是有抓过的啦。哦，那飞得有点慢，这个该点移动速度了。不点真的是没办法。然后这边出了什么？霸王龙头骨，哦，这刚刚杀死霸王龙头骨掉的，霸王龙掉的，好吧？再看一下周围什么。哦，这个是哎、欸，跟我同类的那边暴鳞龙来了，哎、欸，我打在一起，打在一起，我们跑远一点，好，我们与世隔绝。好，话说这个不死鸟啊，我好像以前到现在都还没抓过，对不对？那来抓一次看看好了吧。我的妈的妈的妈的，怎么这样过来了、啊？哇，怎么这样过来了？哎哎哎哎哎，放尊重点，放尊重一点啊，同类啊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Oh my god！ 我要抓个不死鸟这么困难，好危险啊！这边到处都是这个哎、欸，哈，别这样子好不好？人生已经很难了，为什么还在让人生变得更困难呢？啊，这个是那个赤蜥啊，那个我们这边没办法抓，没办法。啊，这边怎么会有一个人类勇士在那边？人类勇士，那我要把这些带回家了啦，这飞太慢了。看，那飞太慢，一下就被追上了，烦死人了。哦，我看到前面那个 boss， 然后这个 boss 是抓不了的哈、哦。那个 boss 是抓不了的哈、哦，我们就别抓了。那个我们之前有遇到过，很早以前就遇到过了。好，传回去。好，那我还顺便拉两坨屎这样子。哦，这个快多了，这个快多了，哦，这个速度感，充满速度感，哦，然后我们的飞龙居然在里面烤岩浆，然后快要被烤稀巴烂了 ，Oh my god， 哇，这个炸，哇，全部打起来了，好吧，我想抓那一只火焰鸟、哦，可能这边有精英霸王龙，先跑再说，先跑再说，火焰鸟到处都有啊，是吧？你看这边又一只。我们上次没办法抓的原因是因为他没办法射晕，对不对？只要确认一下他的身份就知道了。哦，没有写野生，那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初没有抓了。好吧，不管了。哇！哇！等，我看见了什么？哎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骷髅斗士，骷髅斗士，哇 ！Leech， 他把他给拉打死了，哇！哇！哇 ！Oh my god！ 这有没有搞错啊？一次召唤这么多只？什么东西飞走啊？我是该点一下攻击力啊！哎，我会死！哦，哇塞，那攻一直召唤就饱啦、啊，我没办法对付他、啊，永远打不完！天哪、啊，等，我永远打不完。这个骷髅头、欸，哎，不过他们那些生物一直在泡岩浆，有点好笑，哦，有点好笑就是了，算了，我放弃了，这个是 forever 打不完的，我的攻击力还不够，直接把他们直接一招毙命，实在有点不太行，不过那个死神蛮屌就是了，而且不能抓。我、哦、还是跑了，哇，招木乃伊啊！算了，我们到时候呢有机会呢试试看强训的方式好了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它的威力。啊，等我们有机会再来啦，不然它不会死啊。我们先去找那种能抓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赶快走，我们待会儿回来，找到再给你们看。哇塞，各位你们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超酷的、欸！它的英文名叫什么？硫。直翻哦，
RYU 龙龙，是这样意思吗？哇塞，就这样子静静的在那边走路装逼呢，他应该是不会被弄死吧？哎，野生的，这我还不抓一波，刚好只做一个，结果最后一个没有射到，怎么办？我们没有麻醉子弹了。Oh my gosh！ 没关系，我们要委托一下哥们，等我一下，子弹被我弄掉了，哥们，现在就是您该出来的时候了，哥们。啊，来一个二十八星了，我一定要抓到你啊！你是我的猎物啊，我跟你讲。哇，真的很会闪欸，他的本体到底在哪？这是障眼法吗？结果射不晕。Oh my goodness！ 这个应该是靠近驯服的，好不好？我大概87分保证靠近驯服，好不好？没什么好说的，87%就是靠近驯服，因为射都射不晕。他是写他要写野生吗？这货有没有野生？啊，我们先以防万一哈，这种生物大致上应该都是吃熟肉，这种模组的。哦，他应该没有在追击我了。我们看一下，我去哪里了？看到在这里。我们刚刚对啊，写是野生雄性，不管了，我要靠近驯服了。这家伙。你该不会主动攻击我吧？我人这么 nice， 他写什么？物品栏。这家伙呢，不吃我们的熟肉，那吃我们大腿肉吗？大腿肉给你，听话。我已经忘记。类似这样的都吃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那你到底吃什么？一个小小的尴尬，这家伙不吃肉欸，他到底吃什么东西？我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喂他？哇，惊干果实？不可能吧？龙这样子？没课啊，不然这怎么抓啊？算了，林北要强训了。我还真不知道啊，只有知道自己强训了，不想要浪费太多时间，也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强训的指令在哪里。哦耶，你要是我的了，强制驯服耶，应该走路超 happy 的，哇塞！噔噔噔噔噔噔，可以飞吗？这家伙居然飞不起来！耶，原来不能飞啊！右键。嗯，他怎么攻击？好像打到我是不是？他右键打到我了 ，C 键。啊？欸？啊，光波嘞 ？X。他这个是让自己上 buff 是不是？我乱讲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个也太诡异了吧！哇，这个叫声，右键。哦，1696右键有打地板的效果。X 的闪电呢 ？X 的闪电自带。范围伤害力，哎、欸，还有一个 AKA， 还有一个 C 键，它好像其实是可以喷上面，只是因为它那个头的那个视角是往下，是不是？我们再试试看好了。哇，我死掉了，我们可以再放吗？可以再喷吗 ？C 键快，不行。完全不行，那根本就没有喷出去，根本没射出去，这根本就没射出去啊 ！X， 直接电死你！我告诉你，螺旋丸，
啊，螺旋丸谁知哦，有点吵啊，这个声音，好吧，这就是我们这个龙 RYU 哦，我们的龙哥，我们龙哥在此，好不好？的确是，我是觉得挺酷的，就是了啦，哦，还真的蛮酷的、欸，你看他有那个，这个算是中国龙还是日本龙啊？这到底是，这应该是属于，可是你看他有耳朵，哇塞，这到底又像一头蛇？好吧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判定它是属于哪边的龙种了哈、哦。我们总而言之呢，就挺有趣的，好不好？还蛮好笑的、啊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。如果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，或者是参加我的 No No Life 啊。这个 No No Life 呢，编号已经列出来给你们看了。如果你们有兴趣跟老头在 No No Life 一起直播的话呢，啊，记得按个追随啊，记得注册你们的账号啊，等安装你们的 No No Life 的 App。好不好？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啊，方舟普利亚再见面了，拜拜。